丢了六分，他投了五又三分球局掉了六分，但是其中只有一分是择时这个外角的变化球，是成功吊中了今天打开陆先锋的陈庸基，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了一个人出局。习以为常的啦，这职棒球员就是要这样调整，而且常常要去调试自己的心态。嗯，而且今天来到球场之后，看到台湾现在的球场的这些设备真的比以往好的太多了。嗯。今天到球场的时候看到一个盖了一个大帆布，嗯，我刚刚还跟主播聊说，是如果真的以前的话，可能就是已经看了一堆的工读生在吸水，在吸水，整理场地要久了，对。现在有这个巨大的帆布把内野给保护住，是，的确也是现代球员的一个福气了。我们看到第二棒的林志祥，在两好两坏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外角球。特别我们当教练之后呢，特别在比赛的前都会跟球员讲一下，说特别有雨完之后呢，特别要跑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下。哇，这个球又是吊中了打者，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在一局上半，统一狮队三个出局数啊，全部都是被瑞给 K 掉。一局上半没有攻下分数，目前双方零比零。不过还是很痛，嗯，我还是蛮痛的。对，两好球一坏球，这一球走外角，主审直接，哇，张泰山真的也是啊，很喜欢耍宝啊，这个球啊，硬是不让林鸿玉来做这个 take 的确认。我这球呢是一个挖地挖，不过张泰山是被吊中了，主审判定是有出棒。对，这个球很明显的是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瑞的状况其实还不错，特别在绿了三千七。这个球又是一个外角偏低的变化球，吊中了打者。哇，统一 CBA 轮师队啊，这第一轮打完了，已经有五个人遭到了这个瑞的毒手，老 K 伺候，这是第五次的三振了。对，这感觉上是一个变速球哈。好，一个变速球，又是打者挥棒了。那加上说，你当你好球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做积极的去攻击，也不能说我看着变成两个好球，你球速落后再来做挥击，其实也是蛮不好的。哇，结果在这边他可以站着不动啊，被一个内角的变化球啊给三振掉了。这个球呢是领到了一张老 K 啊，也是瑞在这场比赛啊投出第六次的三振。哇，这个球是拐进来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打球有时候就是说，在明天呢，同样是在桃园球场要继续的来进行这个三连战的第二场比赛。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呢是连田佑哉，对上的是迪纳多。哇，这边又来一个老 K， 再送一张。林志祥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个人领到的第二张的老 K， 这也是瑞这场比赛啊投出的第七 K 了。那以目前瑞的状况来看，应该是